这次水完了，啊，我这边已经不能喝了啊，是不是？锦龙科长，哦，大陆林去啊，你个大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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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龙科长，哦，大陆林去
后面啊，咱阿桑讲的就好做老体去啊啦。那修行就是啊，打折的几乎都没有不会大了哈，那就影响他们非常的多。那目前呢，咱拜托咱的这个农民，较紧的把咱公所来报咱的这个灾损，那达到标准，我们就快点往上报。那我们呢，县政府啦、公所还有农委会以及我们的改良场，我们会四方一起来看，那确认说是不是有种。然后呢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达到我们受灾20%，我们就会给予我们相当的这个灾损，那往中央去报，由中央核准，我们呢就会尽速的发经费给我们的农民，让他在下一个这个期的一个耕作能够尽早的复苏，让因有法多啊得到上好的这个收入安尼。啊，咱的农业部会使体验体会到咱农民第一线的这个辛苦，啊，早一日吼，把咱这个灾损的物件哈，可以通过，让咱进来啊发放哦，复耕和发放给咱的民众。报灾害，报灾害！啊，公所登记了以后，不管政府统一出来，我来报中央。中央核准有四个单位做伙来看，公所、管府、各有农粮署，啊，各有咱的迄个改良场，四个单位会共同来看。安尼就会使做后壁补助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帮恁斗帮忙嘛，啊，你来，你来增加迄个公所来报讲，我只要有灾情，啊，家己爱先翕相起，后壁翕相起较无咱的权利啊，哦，啊，无有时拖了较久的时阵，有时大家急的时阵，都无一个进度安尼啊。我拜托会投去去啦，迄只安尼看会使，我过去看。那袂使安尼，就迄路啊，啊，过来看一下呢。嘿，我啦，菜头啊，无半丛啊，剩两丛尔啦。哦，你的菜头哦。嘿，那红萝卜啦，剩两丛尔。哦，哎，当清去清去呀。你拢爱搁定下啦。哎呀，拢爱搁碰碰呀。因为他现在红萝卜刚播种完，啊，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刚冒出芽，他遇到这个强风嘛，强风，啊，本来又沿海，我本来已经有几丝啦，对不对？已经出来了，三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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